对，可是说真的，所有的BL CP 来我们节目呢，嗯，不能错过的就是一个骰子大神的考验。骰子。对，来，哎，你们还有要吃什么东西吗？那我们就要先。先提一下。等一下，但是有点。对，你们两个吃的那两口以后应该是半饱了。好。好。来，这个骰子大神呢，一颗是动作，一颗是部位。嗯。我们就要来看看，你们会甩出什么样子的内容，然后还有情境剧哦。情境剧。对。来。我们情境剧你们就要自己编剧，我来先公布第一个情境剧是。在联谊的时候巧遇初恋情人，在联谊的时候巧遇初恋，所以我们两个是彼此的初恋情人。你们可以自己编，对，你们自己编，你们先甩一下，看决定。Blow。你现在是要用放下去，就对。哎呦，kiss 哦，我都看到哦，是骰是不是？还有这种的，先试一下手感。OK， 好可怕。好，你们可以其实可以直接丢在桌子上。那这个问号是什么？问号的话就是可以自己，不是可以自己决定是哪一个部位，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可以由现场的观众朋友来决定，对，或者是我。是这样子，这个好可怕啊。嗯，就要看骰子大神希望你们做出什么样的竞技动作。哦，嗯，都在做那个骰子，现在很害怕。好，来，三二一，摔！来，你先，我先，不能用白的哦。好，不摆，先让命运来。那个是不是？你的部位先，还是工作先好，工作先。然后一二三，哎，OK 啊。你是这是、OK 啊、这算用丢的吗？还是我再让他再大一点？为什么？刚刚那个很好啊。哦。要吃好。哎，要去哪？刚刚那个。他要去哪？你回来。Lick。Oh yeah。我就说刚刚那个很好，你干嘛？其实林宇想要挑战比较高难度，你其实可以让他变得很好。我可以让他变，你可以让他变很好。你有机会让他变很好。那现在怎么感觉的每一个都很担心？对啊，太开心了。我怎么会想要这个？那怎么办？我刚刚是怕掉下去，我还会拨一下，结果停在这里。这就是命运，这是命运，真的，不要挣扎了。回答，来吧。哎呦！三、二、一。你确定？他，你刚刚是摆下去的。我光是摆下去的吗？我不知道。因为他没有拍，因为我个人觉得非常好。你知道赛是什么吗？该逼。我刚刚一直在，我刚刚是要弄旁边的那一个。所以我个人觉得非常好。好了，真的是谢谢你啊。好，情境剧，在联谊上巧遇初恋情人，然后你们要把这两个动作融入。融入在一个好难哦，怎么会？我怎么想看？随便你们编剧哦。这时候你就知道《恋爱是科学》的编剧有多辛苦了。真的，编剧好不容易。这样子吗？你有想法吗？要融入这两个共同作。在联谊的时候，巧遇初恋情人。假设我们彼此是彼此的初恋情人，然后只是要怎么把对啊舔这个东西放进去啊？舔该逼。好，那不然就是我来帮忙大家想，就是饮料不小心打翻了。哦，然后打到就，然后说：“哎，不要浪费，不要浪费。”对，
好，这个还蛮好，蛮有趣的、啊，是有趣的，有趣的。浪费暴殄天物。那饮料交给你打翻了。那我来个空杯，是你不要浪费、啊，借一个空杯子好吗？哦，但是是要舔对方是吗？嗯，不然你要舔自己、哦。你如果做得到的话，我也给过，对啊，做得到，对，你真的做得到？我做不到。那你好厉害、啊，为什么做不到？那你好厉害、啊，我想看。可以可以可以。你该编的那个程度是到哪里？是该编通常大概那个位就可以，对，通常呢就是胯下的中间，对，就大概中间。那这边算吗？可以可以啦，可以啦，给过。给过吗？所以就变成是淋雨打翻饮料在你身上，然后你就说：“哎呀，可惜了。”是吧？好，可以啦，就这样吧，好手，就这样吧。好走一点，你骰到的哎，真的哎，你骰到的耶！我今天不管是什么东西，你后面是该变都是会是你结局啊。对，你骰点的，我的骰到青还不是一样？对，青也是一样。为什么我要这么丑啊？好，傻眼呢。好 ，OK。对，这个给你当道具，好，以免你真的泼了什么饮料。拍得到吗？需要把桌子移了，没有。好 ，OK， Action！ 啊，你好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要喝饮料吗？好吧。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啊，我记得你是一个不喜欢浪费的人。我记得你是一个不喜欢浪费的人啊、哦，对，不能浪费。好吧，好想只能由此以来看到最近的软骨公司。哎、欸，你好棒哦！好棒哦！你好棒哦！你当然棒、啊，你包围巾的整齐，你超好的，太棒了！好棒、哦！哇，真的。我们要给伟达好好的大声鼓励一下，耶！好扯！哎，你是有练瑜伽是不是？对，为什么筋骨如此之软？筋比较软一点。真的，所以你平常还可以这样憋起来这样，真的吗？不到那么夸张，一只脚还可以。你至少要在家里练这个动作，是不是？好厉害哦！好，真的太开心了。好了，那。大家应该还这样，我们再看一题好了，再看一题，我就让你好好吃饭。对，那因为实在开心。那如果谁要重复的是不算？其实通常重复的几率极低。哦，越极低啊。对，极低。所以如果说真的你们还能够塞到重复，那我也。哎，这一把换你，就哦，你说部位给我是不是？换你要照我。哦，换我照你啊，好吧，那还是这个，自己命运自己决定，好，自己命运自己决定。那你先把那个动词先讲。好 ，OK。等一下，我先公布一下情境题是什么。哦，对，好。哦、嗯，好。洗头小弟遇上发廊 OK。洗头 OK。这跟你的这个戏里面的职业比较有关。好的，好。我是想演 OK， 然后先上。Kiss， 哎、欸，今天骰子大神真的是很给力哦。他不要让他出现。可是我不做牌，我不做牌，你不做牌，不做牌，所以我还是让他就是有一点悬念，好不好？哈哈，哎，骰子大神今天非常非常的给力，代表他觉得你们两个非常适合是一对，非常适合当 CP。你还记得你要开始前你跟我说什么？记得 ，Kiss Nipple。嗯，对的、啊。来，夜洗头小弟遇上发廊 OK 的剧情是。好，那我是 OK， 然后 OK 怎么样？哦，好，你是 OK， 嗯，好，那我就当洗头小弟。好，我想好了，你想好了，我想好了，变好。那我们要怎么洗啊？怎么洗啊？
们家粗话的，不问长辈。那没关系，就大概就好。大概就对，大概就好。但是你要怎么样融入这个动作？可以怎么样融入 kiss 那波？有 OK， 我 OK 的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好，嗯。哎、欸，我们来看。那你需要我怎么样吗？因为我不知道你。哦，你就不知道怎么样？对。好，那你就开始可以帮我洗，就说：“哎、欸，先生你好，然后帮你洗头。”哦，然后其他都你自己。其他我来 ，OK。哎、欸，我们有惊喜版的内容。惊喜版，你不知道他们要演什么。不好意思，请问这个水温还可以吗？水温，你让我坐着洗头吗？洗头不是躺着吗？你刚刚喜欢帮我按摩吧？是吧？哇塞，两位好认真的。那你力道就这样就好了。那你需要重一点还是你都？那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吗？你这样子按。我现在在按摩，为什么要说对不起？道歉的话，你不应该跟我道歉吗？因为按得很好，我不开心。道歉不好意思，我在道歉的话是亲奶头的尝试吗？亲奶头只是吗？对啊，现在的规矩都是这样子的吗？你们这家店是这样子吗？不是这样子吗？你们这家店不是你的店吗？是洗头店吗？这是你的店，我是客人。你这完全不能行啊！道歉的话，亲个奶头不是常事吗？所以是客人要亲发型师奶头吗？啊，不是，我要看亲戚。你是法律师要亲客人奶头是吗？不是，道歉的话应该叫亲我啊，亲我，道歉要亲客人奶头。对，或你也可以亲自己的，你可以二选一，反正我要看你亲。等一下，先卡，先卡，哎，是，什么回事？林先生，我刚刚不是说这一局，我照你啊，你照我吗？我照你啊，对，我让你选啊。林先生，你这家伙，哎、欸，刚刚我们说好了不是这样子、欸，你的意思是我照你是我来亲你，不是，是你要 cover 啊， cover 这一个的这一题啊，哦，是我们认知上有问题吗？应该是哦，怎么可以这样？我想说，我变了个很好的局，然后也让你亲进来之后。完美下手，重点是这一点完全不合理啊！谁道歉要亲奶头呢？那谁打喷？那你管我？我经营啊，我自己照我自己。好 ，OK 啊 ，OK 啊，我也是，我就喜欢看人家亲亲的。但是这一家是我的店哎、欸，这我店没有规定道歉要亲奶头。哦，好，那我这样子，我被按不开心。好，我就想要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好烦哦！你快点 ，OK。你这边用力点吧。好。不是，你会不会按呐、啊？你这让我生气耶！你知道我生气会想干嘛吗？想干嘛？要被亲奶头啊！哎、欸，红炮！哦，是你，你跟我一样哎，我也是这样子，还是我们一起亲奶头？你原来你喜欢。啊，我知道了啦。好，我会生气，我就想要亲别人。好，哦，走开啦，换我啦。哦，你会是不是？塌了啦，你塌，你这个太烂了、啊。这烂吗？这不烂，我觉得很好、啊。硬凹。好、啊，那你来，你来。这。那怎样？来来来，我一样是 OK 吗？还是你要 OK？ 对不起，你要这样子吗？哪要？我要哪要？坐那边啊，哪边啊？什么？你要这样坐这边，对。哦，对。我先过来，好吧，这样，客人不好意思，这样有点不妙感觉，这样对吗？不太好，不太好。是刚你是第一天上班是不是？比较长啊。哦，先这样，可以，很舒服。啊，舒服吗？嗯，舒服。嗯，那我再，我不好意思，我这边，我都喜欢这样子。哦，哎。那个我压一下那个哦洗发精吧，好，然后啊先生怎么了？我刚刚亲到奶头了，啊真的、啊，没关系，这没有关系，我压一下就好了。哎、欸，亲到了，你好厉害哦！哎、欸，你好厉害哦！这伟达有编剧的天分呢，对啊，这很 OK 哦。
非常的合理耶，非常合理。嗯，而且你们两个默契也很好，他这样做你就这样子顺着讲。嗯，真的，哦、好了，支持。今天你 MVP 真的厉害。MVP， 对我跟你讲，我笑到流眼泪，我真心笑到流眼泪，真的很烂哎，怎么会有人道歉要新海的哦？不是很想流行这样一句话吗？我真的要气死！流行这句话，就是这句道歉的话，怎样怎样怎样，不是尝试吗？不是有一个这样的道歉的话，亲奶头不是要尝试？对自己吧。你今天发一个现实动态，好，道歉就是道歉就是要亲奶头，是个尝试。你发，然后两个给他选，一个是尝试，好，一个是就是好。看他们哪一个在那边。我不想理你。好了，真的，今天非常谢谢恋爱是科学，谢谢，谢谢非常辛苦的五位，那个，就害我都呛到，对，只能靠我金腰大梁了。真的是很不容易。谢谢辛苦的伟达，嗯，很厉害，有编剧的天分，然后还有软骨功，让我们都见识到了。丑的也是我，不丑。我跟你说，真正帅哥真的是有偶包，不管做什么。好，也非常谢谢林宇，哎、欸，你们两个真的是非常有默契一对 CP， 支持恋爱是科学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你们好好吃东西，哎、欸，真的很精彩，我笑到有点累。今天我学到一句新的流行话，来，两位，道歉的话，天哪都不尝试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林先生，哎，这个换你要舔了吧？哦哦，是要舔吗？不用吧，讲就好了啦。哦，讲就好了吗？随便都要舔。没有，他是对，我想看。李马克，嗯，道歉的话，舔奶头是尝试吗？啊？是吗？不是吗？不是吗？你敢道歉吗？